封特吗？啊，来，萨瓦迪。饿了，饿了。萨瓦迪，萨瓦迪，萨瓦迪。突然想起来了。萨瓦迪，你好，叫萨瓦迪。你好，萨瓦迪。萨瓦迪。可以说萨瓦迪或者安莱是很漂亮。安莱，你真的是老挝人吗？我是老挝人的。真的是老挝人。是的，我在中医药大学读书的。你在这里读书的？是的。像这些衣服是我们老挝民族那边叫。老挝的吧？嗯，我们那边叫洛桑巴。洛桑巴，很漂亮。哦，酸笋有酸笋。这个箱子里有酸笋。我也闻到了。有五吨酸笋。我闻到了。不是，像是阿姆信里面放酸笋了。大象。谢谢，怎么说？靠仔，靠仔，靠仔！各位合伙人，老挝原本是有十件货品，大家来了三组，所以你们每个人就可以得到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在老挝完成一项任务。有人在休息吗？那两组人？凭什么？他们一共不就四件吗？怎么游戏应该多两件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谢谢我们两个最在行。垄断权威，你们岂不是一秒就赢了？那是啊。你先解那扣，你假装解扣，我就在后面扎着你。这玩意儿不是，它不是气球，你摸摸它有多厚，这孔还大一点，你觉得那个孔能快得过这玩意儿吗？不是你，哎呦我的天！这玩意怎么粘住了？对呀，它粘住了。炸！OK。OK。啊！你们是不是作弊了？没有啊，不远。我转头的时候还很大。检查啥？干嘛？我们现在都装进去了。给我检查一下。你先等会儿，先等他宣布完，我慢慢检查。不行，我检查一下。谁让你检查了？我检查一下。别管我们怎么！哎，破这么大个洞，没有说是不是赢了？终于，那也是我们自己给弄破的。给你放在 Z 世界上，一点重量都没有。那你们有活力啊！哇，谢谢你。来吧。来，准备啊！这个流量怎么也这么小啊？我上，不是你，是你，你，你，我的 ，OK， 差不多。这怎么就 OK 了？拿包，拿包，快拿包！快拿包！哎呀，太厉害了！怎么真的不公平？那接下来大家去捕获区来抽取你们各自的水果，你们一走路。除了水果之外，箱子里还有一些特殊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是他？大家第一次的箱子行第一，大白的，你们谁赢了？我们赢了，这就是不亮灯的，吓死了！变成那种商业巨鳄的那种感觉。这笔订单的所有钱你怎么分配？一活性益生菌，有一组是减蔗糖更轻盈。是这样是吗？逆时针，下一个到了白鹿跟晨晨，他们没有资格。我们有。有什么？那你拿出来呀。我去了。去吧，够。好样的！哎，他们有禁止交易。拜你的芒果！拜你的芒果！我们得入局，这个单我们得要。可以可以，我们得要。我们也有山竹，先给你们出，我们其实就要一单就好。依旧打，肯定有啊。哎，我们也有啊，我们还能再配一个呀。
万，我给你配三样，12万，10万，10万，你们不是我们三个，谁还？大哥就比他们贵一万，不是我们三样就比他们贵一万，我们先两家共同拉开差距，然后你们拿14万干不了，都别干了，都别干，都别干了。我知道你们手上还有什么，有什么也无所谓。你们家好像是砂糖橘、山竹、芒果，不都有吗？都有。别说，不，下面得三样。差什么？莲雾它挺有，百香果也可以，它只要一个就行。看看什么诚意吧。没有吗？有没有比15000更低的？15000，成交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如果砂糖橘，当然要干。给你7万，别进。这样打个折，这咱各退一步8万。喂，杜华姐。啊，是一心的。九万。哎，行 ，OK。那这样的订单是否强？你抢吧，走吧，看你能拿多少钱。不谈了。谢谢喽。单独便宜吗？非常便宜。我只是。不是他们柬埔寨都联盟，咱老挝的不弄一下啊？你的队友已经交易完成了。那什么5000，已经不是5000的事。凯哥，你没有骨气吗？你买谁的，你都不可能买他们的呀。先卖，管他呢，5万块。10万3个。又觉得贵了？刚才也这个价呀。谁捂了？怎么又捂了？因为这边，天哪，你们。对呀，我们还有这两个呢，你们也没关系了呀，我们也可以合作呀，嘚瑟。如果这一把合作以后咱们常来往，还有这种承诺呢？当然可以啊，以后不给你们任何人芒果。好了，进完了，他不怕得罪我，回去花去。把这十万给他，还上把讹你45000呢，你还跟他玩啊？订单也谈成，我们组遭到了非人般的虐待，最后一次谈判的概率就越大。博物馆，没事吧？你们来了。Go go go！ 欢迎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。壮族是广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，壮族文化是广西地区多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你们在这里的捕获任务是壮语问答。听壮语描述了问题后，在博物馆内寻找答案。接下来我们黄丽丽老师给大家出题。哎，老师好。你好。那我们第一题，稳报双黑柳山蓝溪姑梭马。稳报双黑柳山溪姑梭马。稳报双黑柳山溪。柳兰溪，姑梭马，姑梭马，汉柳兰溪，姑梭马。稳波说汉柳兰溪，汉柳兰溪，姑梭马。对。稳波说汉柳兰溪，姑梭马。姑梭马，有会壮语的朋友吗？您会壮语吗？壮语有人会吗？您会壮语吗？可以，是吧？好。稳波说汉柳兰溪，姑梭马。哦，稳报说，歌仙，唱歌的仙。找老师对，歌仙，老师我们知道了，歌仙，没错，答对了。第二题啊，德宝大道光地，勇马丁行。德宝大道。
搭宝，搭个宝，搭岛，搭岛，搭岛，搭啥？搭好，搭宝，搭好，搭嫂，光滴，光滴，勇马丁醒，搭宝搭嫂，光滴勇马丁醒，搭宝搭宝，搭搭宝搭岛，光滴勇马丁醒，搭宝勇马丁醒，搭宝，这还去问那个人吧？还去问那个人？搭宝搭好。光熙勇马丁醒。哦哦，广西的男女青年用什么来定情？这个你们知道吗？绣球。绣球。啊，对，绣球。他们俩是百事百事百事通啊！三二一，绣球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OK。好，第三题啊。更江岛。更江岛。更江。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米杜马来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 ，Let's go， 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米杜马来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。老师，老师，可以出来一下吗？老师，再问一个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米杜马来。哦，江岛，铜鼓上有什么动物？什么动物最多？啊，铜鼓有什么动物最多？青蛙，青蛙，青蛙，青蛙。OK， 人民的力量 ，Run， 青蛙。好，赌高，赌高，赌高。下一题，鸭的老英雄，英雄，嗯，没了，鸭的老。Dick Love， OK， Go， 英雄，拉 Dick Love， 我们没玩，拉 Dick Love， 我们没玩，拉 Dick Love 的心情，我们没玩，拉 Dick Love 心情，拉 Dick Love， 拉 Dick Love 心情，老师再问你，挺累的，拉 Dick Love， 拉 Dick Love， 英雄，心情，拉 Dick Love， 拉 Dick Love。找一个什么东西？拉什么东西？拉 Dick 不是 D。我觉得一个一个的来。你先说着，我再听。拉 Dick 肉，心肉。哦，心肉。哦哦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后面两个。后面两个。英雄，英雄，英雄，英雄是吗？哦，英雄，英雄。拉 Dick 肉，英雄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。找石榴合影，拍照啊，这个意思，找石榴拍照，找石榴拍照，啊，这里有石榴吗？找石榴合照，哦，你就说完了，找石榴合影，展厅里，展厅哪有石榴啊？石榴，不是吧？这么多展厅。哪有石榴啊？这不都是和谐乐章，这块也没石榴啊。石榴？啊，那哪里啊？那中间大石榴。老师，拉丁歌音顶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对、啊、对。可以。打完了。哇！真的假的？全打完了。对，天哪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？今天太厉害了。导师，白鹿的壮语这个怎么读？不不啊，鹿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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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鹿，我呢？反省省反省啊，反省不鹿，你还敢偷笑我不鹿？恭喜你们答对了所有的题目，可以补充十件货品，请抽取。四个老友粉，两个六宝茶，两个芋头，一个酸笋，一个安慕希。走，谢谢老师，拜拜。它的价值，一件报纸随便报吧，比如说几个什么，我有最多五个，最少一个，只能报一种，只能报一种，对。把它放在你的箱子里，但是你不能一开就是经理人赚。对，如果不开你就赚老友粉的。是的。三分。
抢地主，抢地主啊！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定吗？三分，三分，快，三分，好好。他又抄他们了。重生之我要当地主，来吧。我提醒大家，你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在。你要先和哪一组开始心理博弈？哎呦，眼睛都已经飘到河对岸去了。我是看景色呢，看南宁的景。沙哥和涛姐到屏风后面来。咱们就如机会来了。他不要我，他不会要我。没准他们就已经放弃了，我就搞黄你，我就都不要揣测我们。看着不妙啊！看他们俩的表情，你看这俩。你说，里面是什么？荔浦芋头。几个？三个芋头。你确定？如果要是这样，我们肯定开了。那你拿去。芋头，沙哥，你说说吧。你说说吧。猜中了。可以。那我们开了啊，真假的上来就开了。那我们开了，仔细说说到底是什么。芋头，真是芋头。哦，还三个坛。你得告诉我大概是一个啊，我们想多少钱坛，是不是？对，是这意思。可是我打开一个你的老友粉，我是挣九万。翻牌了已经。翻牌了，应该都给。芋头好好说。两个芋头三六万。一个芋头两个老友粉，你信不信？给你五万，我挣四万。如果它里面有两个老友粉的话，我们岂不且赚？不行，我感觉这风险有点高。你但凡这是里面是两个老友粉的话，那我血亏。两个芋头，一个老友粉，那我们想开了，我们没得可谈了。我们还是开吧。九万。给自己留条路。不，好不好？你填一关行吗？接不了。啊，开了。他有可能三个老友粉。开吧，都赌三个老友粉了。我要有一个老友粉。赚了！赚了！一个芋头，两个老友粉，信不信？看来我俩不适合干这种。特点你们报的是三个芋头实际开箱。老说拜拜，老说拜拜。哇塞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好，猜第一单。好，那接下来请经理人指定下一组谈判对象。凯哥。来，请凯哥。妈呀。只要他带老友有，哎呦，终于出来了，我都忘了有你们一组了。真源，这俩，两个酸笋。天哪，好想拍呀、啊！这个好吗？肯定是两个数字。数字不能撒谎。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可聊吗？你们是真的两个酸笋吗？你俩呢？挑了十个吧。有商量的余地吗？这个礼拜里我们就赔八万，给你们钱。三万。我们要开了。我们一共就两个东西，你让我们让李子多赔八万，那你让我们挣三万有点太少。我现在稳赚不赔的，给你三万。没有，你别听他的，最多赔八万块钱。对呀、啊，你赔八万块钱，你赔八万，我们也比你多，开吧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那怎么可能呢？那如果我真的是酸笋，我巴不得让你开呢，因为开了他就要保你的本金，你知道吗？你赔八万，你就剩十二万了，无所谓，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开，有可能是两个酸笋。哎，无所谓，理解。来吧，咱一块儿。你看，就两个酸笋。Yeah, it's the 酸笋。还需赔付凯歌族两个酸笋的八万，所以只对总共收益。走你的酸笋，要么当最后，要么当第一。感觉如他们心愿了。好高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是真的，是肯定真的。你看，如他们的愿了，俩茶。
好的，所以牵手你有多开心，现在就有多落寞，幻想着。恭喜你发财。头疼。没事，我们不是垫底。不的最后一次裁判。天真姐好可怕，一会儿你来猜吧，我猜不透。来了，这一轮我们有要求，天真姐不能说话，天让他闭麦。我们说，直接说，说一说吧。有老有粉。我们确实有老粉，没有。我们想开一下，其实。又来，你真的，一干物是一个老友粉，没有实话，别信了。他们来吧，经理人，请决定。要就从头到尾不查，查查查查，两个安慕希，这两个安慕希。不要再坐这儿了，太可怕了。我现在心比酸笋还酸。我们咱们就享受今天吧。上半场谈判就已经结束了，大家目前稳居第一位的依然是凯哥和张真源组。哎妈，你看涛姐，红色和黄色标记的自动有蓝色标记的就是轮空的那一组，轮空的这一组从其余的四组当中任意选择你的。我套了。对 MC 这么不熟悉吗？精彩！我们哪位的 MC 的情况是？你们是不是让的有点太过了？大哥留步，请准备。哎，那个白鹿，他们俩得抢了，回来。厉害了，谢谢你们，六分，不客气，感谢。下半场谈判结束之后，环节当中最终进行谈判的只有三组。哦，惊慌，一起装进去得了。我来来来，现在开，现在开，现在开吧，来。骗他，你只有一个老友才能逆风翻盘。这个太假了，又没底下的范丞丞说在戏里挺会演啊，一会儿给我演一下。其实我们不开箱，你给10万你就走。对，你们一个箱子没开，对啊，没开，我们一共就20万，你要我们10万？5万行不行？不是，我要不开，你的里头要夹带东西，你就赚了。我们没有东西，我们就仨茶。哎呀，5万。5万行吗？可以，我们相信，给5万，相信吗？还是你俩演的。不好意思，你知道你开这个箱，你这这排名第一的组别江苏，我把那个早上去老挝那票给你买好了，快去。投资失败了，破产了。也看到了你们左边的摇奖机。怎么可能？不太可能。机会从天而降。啊！恭喜你们！这就是。你知道我俩为什么一早坐这儿吗？等着这一瞬间。其余的会为你们三组提供60万的奖金。通过你们的选择来决定，最终这三组的选择都是平分，那么大家就是要平分，这一组都无法得到这笔奖金。那么选择平分的这个队伍就可以自由的来分配这笔奖金，就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，而这笔奖金的收入也会记录到你们。我们突然一下就感觉来劲儿了。你们如果打吗？对，就一次。我相信你们会逆袭的，但是在接下来的整个选择过程中，你们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。一位的少数派
是最难。一个毒品，凯哥也摁了一个毒品，我们摁了一个评分，然后我们自己分配。对对对，你自己想是这么做人的话，麻烦不要太张狂。大家都看到你们门前有两盏灯，如果我们选独吞，然后凯哥选独吞，周深拿评分。我们这把完全是相信别人的人品。对，我们怎么样都是选这个。就凯哥开心。所以接下来就让你们两位来决定如何分配这笔钱。商量一下好不好？但是我们得同分。对，你要分我们手上的60万。吓我一跳！这也太大，再念一遍来。钱！哇！别哭！恭喜三位！恭喜三位！现在我们有请。哦，这个不行。但在每一次的谈判过程当中，大家都共赢。啊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想问我们的概念呢。这么相信我们吗？托你们的福，我是每一次选择都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。我们今天的经历嘛，对吧？对，对。最后我想说，挺感慨的，沙溢都变好人了。邪恶兽，太习惯了。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一口安慕希。